郡主，把手伸出来，干嘛？伸出来吗？我不是早就让你把这红线给丢掉吗？你不觉得这段时间博王殿下阴阳怪气的，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断了的红线惹的？思来想去。 应该就是他，所以我就专门跑到月老庙，让庙主把他给记好了。而且呀，我还求了签，让月老保佑我们家郡主能够快快的得到夫君的宠爱。<笑>多谢你，马静，客气啥呀？希望你说的那个月老庙可以灵验。 你在干什么？殿下近来一直忙于远行，宝纳公主又一向钟爱中原的香气之物，于是宅心就特意准备了上好的香炉，赠予宝纳公主与大王。大王虽然爱香雾，但他只用麝香。若郡主不知，怕只会弄巧成拙。 翟行准备的正好是麝香露。我是先去了一趟礼部，查阅了之前朝廷曾赠予他们的所有礼品，了解了他们的爱好，希望对这一次殿下的出使之行能有所帮助。本王知道郡主聪明过人，但女人干涉朝政，我皇族家规是严令禁止的。 你是想陷本王于不义吗？是翟心思虑不周，殿下勿恼。明日出发，陛下虽然要你同行，还盼郡主别再自作主张，自作聪明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别打扰本王公务，回去休息吧。 是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